曼联前后差距证明了球员故意做掉穆帅索尔斯克亚执教曼联后，红魔与之前相比可以说是焕然一新。对于这种改变，曼联名宿索尔斯克亚认为，在穆里尼奥执教后期，球员们明显不想再卖力了。我认为当索尔斯克亚加盟时，俱乐部的期待已经不会更低了，俱乐部里弥漫着一种不好的感觉。索尔斯克亚极好地完成了工作，他把一切都带回了框架中，并且他一直在赢。我认为这对历史上任何一位曼联教练来说都是最好的开始，这真的很令人难以置信。曼联球员们到最后显然没有再为穆里尼奥卖力了，他们不停地把自己的开关打开又关上。两个教练带来的差别是令人惊奇的，但我必须承认我对这群球员怀有疑问，他们能像水龙头一样把自己的能力开了又关，这让我对他们把曼联带回争冠行列这件事并没有信心。但他们现在做的至少是在拿出符合他们能力的表现。胡利亚